孙子。咋去了？买东西去了。啊。冷不冷啊，爷？还行啊，还行，快走啊。老爸还等雪呢。啊，给这往上传着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会成。早上我去市场买点这豆角啊。买那干啥呀？我看这个豆角挺好，今天准备做一个烧芸豆。啊、哦，那挺好啊。今天简单吃一点。老爸整啊。哎，我再给这传着。洗一下豆角。老爸帮我切肉呗。来一点点油，豆角，等一下吃。那个，你这蛋糕在哪儿买的呀？老软和了，这蛋糕啊，无水蛋糕。你吃嘛嘛香啊。嗯。好了吧？好了。嗯。葱姜蒜，酱油，来点十三香。来点盐，好了，饭了，好嘞，这二米饭好吃哈，嗯，这小米子好。太绝了，这菜炒的，好吃哈。嗯，你看，你跟我抢啊，能抢过我吗？这一炸的豆角，口感可好了哈。嗯。加个菜。太好了，你。嗯。冬阴功芝麻。嗯。加个菜。咦。我也加一个菜。嗯。在家吃几个菜呢？今天呢？这跟哪整的油呢？来点盐，这干啥呢？再来点，这哪整的？你在哪整的？香油，嗯，这烧芸豆嗷嗷香，嗯，好吃哈，尝尝皮蛋豆腐。嗯，你说这松花蛋是鸭蛋呢，还是那个那啥做整的？鸭蛋。松花蛋是鸭蛋呢。我好像从来没吃过松花蛋。
我也不咋吃，整几碗子？两碗，一会儿还能来一碗，还来一碗呢。好的，这二米饭，我跟你说，太好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咱这个烧芸豆做的是嗷嗷香啊！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会成视频的，点个赞，三连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